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们考上清北的可能性，是我自创的一套测评系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高中期末考试平均分值满分。通过以上公式得出的加权分就是你这次的分数。来，我从这儿接一下吧。Round two， 高中期末考平均分全部加上中考成绩，全部除以。在这夏树苍翠的季节，在这青春洋溢的校园，是哪个身后的激情与斗志？然后把它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。从今往后，它的每一个小数点、每一个百分比、每一次变化，都是你在观赏的唯一。搞错了，下面请看鸣龙男团舞蹈秀。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一个比一个妖娆，这就是鸣龙少年吗？来，准备。来，孩子们过来了，来围着老师跳舞。Wow, let's go. Oh, 大合影来了，三二一。你的头发很像那个哦，手机七七选的那一期，不是马尔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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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尔基。不是萨摩耶，你应该像蝙蝠。我是没有头脸。不要站在这儿啊，给我钱的就往前走，谢谢你们啊。我打你了，我错了，我打我了，打我了。哎，你怎么不拖啊？不是，你拖不动我。哎，不行，太幼稚了。意外的骚老师，程雨山669分，但是不能放松，还可以更高。李然652，骚老师五堂。集体的青春了，这就是。你儿子需要一个父亲，而不是一个老师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
首先在年龄上他有一定的塑造跨度，若云完成的也非常好。现在全世界都在指责我，都在讨伐我，你又在哪儿？用他的才华，用他的认真，用他的追求，都挺棒的。我们合作当然越来越默契。在你眼里，永远都是别人不知悔改，是吧？再来一个吧。